隐身技术发展到今天呀，已经发展到了细节决定成败的这样一个阶段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肉眼看不见的一些细节，对于雷达的散射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看到歼35A啊，是它相对这个外形成熟，非常非常的简洁，但是这里边的简约并不简单，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机动隐身的这种高科技的力量和我们这个设计师的这个高度的智慧。